嘿嘿，靠近午餐时间，你是不是饿了呢？今天新奇饿要带你去万挠吃手工板面。在万挠 Jalan KBK Yotama 是一个住宅区，但是不说我都不知道这里竟然埋藏住路口的小食堂。这种是什么面？板面来的。啊，板面来的。哦，既然第一次来就听老板娘的推荐吃手工板面，在等住板面的当儿，天气那么热，就给我来一个红豆冰。哇，看看这红豆冰也不一般，好大一碗啊。啊，这高高的冰山下还埋藏着很多宝藏，每一口都是炎热中解暑和幸福的味道。看看林可盈就知道他已经进入忘我冰世界了。吃着冰，咦，我们的板面来了。当然我们也点了一些酿料，有炸酿料，比如茄子、鱼片、腐竹等等，还有水煮酿料是肉丸、豆腐等等。我的好兄弟说，吃是现在最重要的事，减肥是吃饱后的事。我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，就开动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主餐，手工板面。它的面不是机器压制过的，而是手戳的，所以形状是像面条而不是扁扁的。这面被不吝啬的江鱼仔、肉碎和菜盖着，通常前捞面都是用黑酱捞起来的，这里也不例外。口感很 Q 而且有弹性，加上调味料和酥脆的江鱼仔，真的太美味了，好吃。